Hello， 观众，我现在人在西门町哦。那西门町最近开了一间 Jordan 的旗舰店，就在后面，这是 Jordan 的旗舰店。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很酷的机器，可以自己印自己想要专属的 T 恤，带球的 T 恤。马上来看一下这个机器长什么样子吧，走。进门就可以看到这个机器，那个就是他们打印的机器。然后呢，它这边会显示说现在有什么 size。其实我知道它这个服务已经很久了，但是它一直没有男生的 XL， 它应该刚补货，所以全部的 size 都有。大家看到这个影片，如果是你要穿比较稀少 size， 要赶快来，因为它很可能其他 size 都被买走。我们就来选自己要的款式，那我选男生款。然后呢，它就几个系列，我之前就看好，我想要这个 Why Not， 蛮有态度的感觉 ，Why Not。它正面是你可以选正面的颜色，那像我想要选黑色嘛，然后还可以选不同的图案的颜色，就是配你自己想要的。那我觉得这个花纹的蛮有感觉，然后右下角还有一个小小的 Jordan logo， 然后接下来就是很酷的点，就可以写自己的英文名字，选英文。那我自己是九妹，它都是大写，然后会是 Jordan 的那个专属字体。哎，这里是九妹吗？哎。哎，是黑羽哎！你怎么在这里？黑羽，你裤子听说破掉是不是？啊、看超大的，好丢脸。旁边，帮你影片做效果哎。你不要打断我啦，我要继续那个。我看。好好好，现在九 man J O E M A N， 我刚跟黑羽去拍另外一个节目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然后这个就是他背号，这个是我的英文名字。英文名字。接下来我背号就是九。你看，就一个九，哇、哦，好帅啊！帅吧，帅吧！你感觉很像打篮球，很像啊，很像。要不要选 size 啊？啊 ，size 我要选 XL， 没有啦 ，XL 的对。好，确认。哦，已经开始制作中了，各位。哎，不好意思，那我们在输，他就开始制作了吗？你有帮我送出订单吗？有送出了。我帮你看一下。好。那我们可以拍那个他在制作的过程吗？可以啊。好。欸、小姐你好，所以现在我们的店员，哦，店员，所以这个也是店员专属的，若星十七号，哇，所以若星十七岁的意思吗？没有啦，就幸运号。哦，幸运号嘛，所以现在就是要我们订单输入完，就要请店员帮我们，哦，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的订单，然后就开始做了。对，好酷，好帅啊，这也太吵了吧，这跟猎鹰机一样，真的。那当然，1290这个价格以 T 恤来说是蛮贵的、啊，不过毕竟是 Jordan 嘛，潮牌，而且还是当场印的那一。对对对，所以如果你是很喜欢 Jordan 这个牌子的话，就是可能还是要花这个钱。那大概印多久？目前花半小时就可以了。啊，半小时。对，那我们已经好为你减去了。好，所以我在旁边逛一下那里就好了。Okay. 好，那我们就半小时后来拿衣服吧 ，Go。你先好了吗？咦、yeah. ，看到没有，九 man。哎、欸，看好屌、喔！帅不帅？帅不帅？像这个不要拍黑熊哈、啊，拍重点人物。九妹，九妹，帅哦！九面九，正面的、啊，正面，它正面有四种可以选，哦、然后还、啊、很多种可以看。这是怀纳，然后这样店员，哎、欸，若星，你穿的是哪一款？我穿那个经典。哦，经典飞翔，哦，这是Jordan经典，然后哦，你可以选图案的，经典超多图案可以选的。那你刚刚那个是没有图案的。我刚只有欢娜。那好，那接下来我就换装来穿穿看了。你要换装啊？对啊，会不会？我很担心会爆乳。如果爆乳，而且这件不能退，因为它已经印好了。小哥，我觉得有点太小件，好像有点爆乳，跟我那个在运动会的那天很像。运动会那天也是穿了一件很紧的 XL， 然后肚子，但黑色还好啦，我觉得。可能现在要搭时装外套，那看一下背面。OK， 我们可以看侧面吗？想要看更多，记得订阅哦。做跟大家提醒一下，版型偏小，所以如果你是跟我一样胖胖的，或者是你平常穿 L 的人，想要宽松，来这边记得选 XL， 好不好？它、啊、真的有点贵啊，1290，不过是很薄的，是那种很薄的透气的材质。所以运动起来应该是不错，但真的是偏贵，大家就自己考虑看看。以上是今天在西门町 Jordan 旗舰店的这个自印 T 恤介绍，大家有兴趣的话记得按一个赞，想要看到更多影片的话记得订阅频道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好了，以上是这一次的我们在西门町 Jordan 不是 Jordan Jordan， 我在想什么，对不起。